不然拿个烧火就。感觉看这情况，我们应该是回不用回去。对，小心也没了。那我们去哪呀？去追港吗？上城吗？上城吧。我的妈！吓死我了！我现在拿个龙，我飞出去外面看一下，看一下外面是不是两个人。我记得我一开始听到的脚步是一个，后面是两个，但我感觉他现在应该已经走了。
怎么回事？怎么死了？